们现在开始要做实验咯。先将洋芋片点燃，可以发现洋芋片能够轻易地燃烧起来，那是因为食品燃烧取决于脂肪含量，脂肪含量过高便会使食品产生油脂，油脂能使火更旺盛，因此洋芋片才能够燃烧。另外，若是食物包装上写的脂肪含量低于 5% 时，就不容易燃烧。当然，脂肪含量过高对心血管不太好，所以洋芋片还是少吃为妙哦。